歌手，最重要的是观众的肯定，同时唱片也要卖得很好，这是歌手最大的心愿。其次还有一个最大心愿，就是能够在自己所有成名的歌曲当中来集合办一个他自己代表的演唱会，这是给观众呢也是最大的享受。今天邀请的这位呢，马上在国父纪念馆办演唱会啊，这个当然在我们国内来讲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是呢也是算他个人的舞台魅力的展现的时刻。一起来欢迎这位四大天王的好朋友，来，周华健。哎呦呦，谢谢谢谢，是什么歌迷列队献花啊，演唱会的排练啊，哎呀呀呀，哎呀，献吻啊，哎，一千朵玫瑰，这玫瑰很漂亮啊，是是是，花心啊，没有心的，来把花收起来，是是是，哎，谢谢。这个周华健，这个我刚刚讲他是国内的这个少数几位当中最具有实力开演唱会的一位，谢谢。因为他现场唱的实在相当好。那你谢谢。哎，一般的在国父纪念馆的表演都是属于什么南洋舞蹈团呐、啊，或什么什么 Domingo 啦哈，像你这种去表演，一定是为我们艺人呢开先路啊。谢谢谢谢光哥，希望你成功。怎么突然对我那么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我们总是要对总是要对烈士先好一点，因为你是帮我们打第一仗啊。啊对对，好好。好，我们希望你演唱会真的很诚心的祝福你成功。谢谢光哥。今夜阳光灿烂。是是是是。没有阳光，为什么叫阳光？啊，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常常用阳光来形容这样。是是，这是 有空就来坐坐哈。那个只剩下那个非常便宜的票价，7万多块一张的那个。抢钱。这些收入都是捐给慈善单位吗？对，我家很需要这个事。周华健的账户是零几，哎，其实开玩笑的。这个艺人开演唱会，当然是希望这个把这个演唱会能办得很好。是是是，这个但是办演唱会来到我们现场，今天除了宣扬我们这个您的演唱会之外，我们要训练体力。演唱会一唱都唱几首歌呢？你整晚大概有40首歌。四十首歌。对啊对啊对啊，有加上安可的歌对不对？乐团都是用对，如果不算那个安可，因为安可我们都应该是准备好了这个。那乐队呢？乐队是用一样啊，国家交响乐团。那个乐琴啊，那种路边摊的，就是像庄老师，路边摊。那个乐队有6个人，原来的班底有6个人，另外我有准备另外一个节目，是跟一把木吉他、跟一把贝斯、跟我自己的木吉他三个来做一些民歌的演出，那个很好玩，那个啊，都是唱现场就对了。噔铃咚飘一飘，噔铃咚飘一飘啊，哎，但内容相当丰富了。对对对，但这个体力方面呢，我们要先测试一下啊。对，我们今天有准备了一些机器。在演唱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到。我看到这个刑具了，不能讲刑具，来人呐，开砸！一开始我们就训练体力，因为唱三四首歌不是吹牛的，那体力要很好了，对不对？衣服有没有换？啊，要不要换衣服？要那个。那我们现场也可以换。越穿越少，不是准备让你包起来，脱光包起来。来，我们先讲，先开始跑步哦，好，跑步是最需要的这个体力嘛，对不对？这一面跑一面唱歌，你还要一面唱歌，新的方向开玩笑，训练你的这个肺活量。来，老师好了没有？音乐下就开始吧，来跑，一面跑一面唱，好，跑，就，训练体力啊，追逐风啊，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跑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能难保要有勇敢的理想，我的心不断的飞翔，路不断的向前。好啊，这个训练你跑步啊。昨天周华健很少运动啊，刚跑一下能累死了。我不是很少运动，这个会夹到我的腿啊，刚刚拔几下拔不出来。那你跑太慢了，对不对？来，第二首歌呢，我们就训练这个，一面抓，你帮我拿好了。花心，啊，你现在还好吗？啊，花心啊，啊，春去春回来，唱到牙齿。看到我手撞了呀，来，我们这个这样好，就不要撞了呀，再一次。
争取争回来，花谢花会再开。这个你，只要你愿意，把梦画向你心海。非常好，非常好，这个不是成年，训练体力啊，演唱会那种，来，这怎么可能嘛？这个你仰卧起坐，来，预备。还仰卧？仰卧起坐是孤枕难眠，好。你帮我拿麦克风，不要打到我下巴，不不，你下巴太翘了。哎，忘了怎么唱，怎么唱？庄老师都变，你去开演唱会啊！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苦着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睁眼，告诉我你也伴我出现。我想着你，你也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苦着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一切都会实现。来，鼓励鼓励。还有，还有。哎呀，你看看，刚刚训练几下之后呢，他的体力一定增进不少了。那是你。啊。哎，那接下来我看就这个。啊，接下来就结束了吧？啊，这个好。这个好。基本上是这样子，我这次演唱会里面有特别来宾，有吗？然后有请了一些特别来宾。演唱会都有特别来宾，像人家都是请这个什么这个成龙啊，对对对，像成这个什么张国荣啊。所以呢，这次呢，我突然这样子，我想到我看到瓜哥，我要请瓜哥来当我特别来宾。然后瓜哥为了演出精彩一点，也要做一个运动，然后来唱歌，好不好？我不要。你的，你成名歌也很多啊！特别来宾不用做运动嘛？没有什么不用运动，做运动。要了，来，成龙都跟我一起练的。麦克风呢？好好。预备，这很难做这个。我一直没有听你说清楚。杨杰过来。那你看看做什么运动？做这个。不行不行，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很适合你的啊，基本上上台呢也比较苗条一点哈，所以呢，哎呀，对这个先收一点那个臀部的肌肉，这没有电吧？不会不会，它的电会漏出来而已啊。唱啊！我也许会在另一个爱情的世界里继续漂浮，但无论如何，请你牢牢地记住，你依然在我心深处。我也许会在另一个爱情的世界里找到幸福，但无论如何，请你牢牢地记住，你依然在我心深处，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唱没跳真的，心深处，花开花又谢。哎，解不下来，我看你的演出。啊！哇，今天啊，那要伏地挺身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台风有个包青天，铁面我是连中间，江湖豪杰来相。王朝马在身边。我先，麦乃基头，我现在搞不清楚是我开演唱会，大概我做的跟真的有仇报仇。这样好了，这个演唱会到最后的时候呢，一定很感性。
啊，选一首歌，观众呢用灯摇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前场灯暗，最后一首歌呢，你周华健来。好，来来来，这个要绕绕出个巨星的样子。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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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演唱会成功。